在明年的巴黎奥运里面哈，哇，那这个真，哇，连续的两拍。找两位选手竞争的位置，对，哇，阿山都已经推到场外了，还是找不到推拍的空间呢。哇，受伤了吗？不晓得怎么了，哇，在退后的行进间，那或许是其实原本身上就有一些伤势或是疲惫的情况。应该是疲惫的情况所造成的哈。对，所以感觉在第二局奶爸组也没有太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太激烈的跑动。没错哈，因为毕竟他们现在真的年纪是比较长一些，要保护好会轻易退赛的选手。但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，但因为已经来到最后一分了，所以哇，这真的是大家最不想看到一个情况。对，所以到最后还是把它完成所有的一个赛事哈。哇 ，2014， 哇，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，哇，真的是让人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呢。但是，对，真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觉得 SETIAWAN 跟阿山真的是蛮多，不管是选手或者是看没有办法再用轮椅把他推出来。对。所以有两位年轻的选手把阿山搀扶上来，还好四个人，现在这个表情上面看也是蛮轻松的，所以造成他们。